要轮流哦，上面从上面下来，这样上面下来，这样高一点，然后换一只。为什么？喂你自己吃就好了。我想要那个养鸭。你跟奶奶说。你说。你跟奶奶说。奶奶，我要喂鸭。那你要问奶奶要不要养鸭子啊？我要喂马哦。你想太多。我要喂鸭。一次。好可爱哦。吃完了，真少啊！我少哎，什么？哇！冰恩宇平常很霸道，但是现在看到女生，他就是死不霸道哎。碰到是哥哥的时候呢，他就直接推开他了。我在讲解，他宁可在这慢慢等，慢慢等，等得很不耐烦。究竟那个小女孩什么时候才会让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前面已经持续了两分钟了，哎，这样弟弟都没做到哎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兄弟呢还是输给人家女生，显示出我们的绅士风范。终于可以一起开车车了。来，准备了，三二一，开始搞笑！预备，一二下。动作很快哦，很快，要速度，快点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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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比爱心，头上比爱心，其实最搞笑就这样就很好搞笑了。爱心比爱心，比爱心比耶，不理我。哎呀！你这样撒地上，全部捡起来，捡起来。你跟羊计较，你吃吧，你快吃吧。我妹来了，我赢了。我走他们都藏了。
不能摸，会咬人。大家看这边。它叫做红面鸭鸭。你们知道它是什么鸭鸭吗？姜母鸭。你们说姜母鸭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不要，不要。每年小气一颗，他们都走掉，你还不赶快喂？你怎么知道是家母家的？看就知道了，招牌都是这样。乖乖就可以了。节目被抓回去了，他不要运动，他很快看了，他听到哪边有声音他就跑了。等一下要上来的，不可以停呢。你们先坐下。我们奶茶色的鸭鸭叫做什么鸭鸭？奶茶色鸭叫什么鸭鸭？对，来给你奖励，打基本上位就可以了。他已经杀了吗？好的，那鸭鸭上来最后一次了，要拍照的要。只能摸身体啊！你蹲下来，这样才摸到啊！他过来啊！不要摸他头，摸头会咬哦。摸身体快！你们是打他吧？哥哥那只走不动了。好，来宾，看我示范一次哦。
他们都在走动咯。再叫一次啊，我数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啊！然后鸟鸟都回来了，他们要走到这边哦。数三二一，我们再叫一次哦。来，三二一，啊！啊！啊！叫他回来吃饭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让你妈很难过，怎么可以有人像他？你要不要摔倒？ No No。 你要不上去啊？拜拜，都四点半了，不参加吗？参加干嘛？因为上面还有活动啊。你们俩再不吃，我把你的饭箱子里面。